勇者被委托干掉可恶的魔王，却发现魔王有五个。惊叹号问号，非常小说的名字啊。按看吧，太可恶了哇！马上点题了吗？这样下去行不通啊！要委托勇者来帮我们，所以你不委托勇者就混吃等死啊，在旁边看就对了。解决掉最可恶的、极大痛苦的魔王啊！好，倒地了，在干嘛？忽然就倒地了。希望勇者五运昌隆。好，魔王一号，哇，还没发现有五格就已经 出现一号了。发现魔王有五格嘛，也就是说我先干掉了一格，还剩四格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你对我的布丁好愤怒啊，好愤怒，发在打扫上面，偷吃了室友的布丁。我是个魔王，那我就对不起大家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麦云素鸡征服世界，你素鸡好好吃啊！好的，这个大只的老王他说的魔王应该是我，好是你啊！我不该割的，割什么？我应该要勤劳。割？那什么新的词汇吗？勇者等你很久了，一起上学吧。哦，我们从包尿布时就认识了，这个脑子有问题啊。没有，该怎么说呢，好有种草率的感觉，但是感觉画得特别自信。头疼啊，跟他最麻烦的那个魔王，可是魔方有五只，哎呦，更草率的东西出现了。好，委托人老王还没醒过来，那我要先解决哪一只呢？哇，越画越用心啊，这个要不干脆全部干掉。好，就四个人欸。哇，存档欸。打魔王前要准备什么？我的脸是不是好像有点低画质啊？这是梦吗？好像还有其他三个跟我很像的人，我觉得都跟你不像啊。你们的画风都不一样欸。但是老王的委托书还在我手上，不是梦啊。五个魔王现在在哪？点点点。打魔王之前向国王要一些装备吧。奇怪了，老王给你的委托关国王什么事啊？你跟老王要装备好不好？哪里有魔王出没？好，你醒了，哎呦，老妈，我跟哈尼买了早餐，快吃。哈尼应该是哈尼吧？哈，该不是名字吧？哈，工作怎么啦？有委托吗？上个礼拜打了三只龙。然后还打魔王，好，打魔王啊，打魔王，对呀，有五只呢，不用担心，只是一些废物魔王而已。好，都这么说了，你的保险费有在缴吗？没有，有在缴，但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先关心保险费呢？过去打的龙跟魔王等级差太多了，我怕你死啊！啊，好，为什么我脸这么低画质呢？是不是路边捡来的？父母都挺高画质的啊，真的暂时你也不在乎，路上小心。好，就是虚伪的家人是吗？以上禀报，你要挑战那五个魔王啊，真实存在啊，家人不担心吗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，为了世界和平无所谓的。好，跟这位骑士去经营，拿一下装备跟补给品，去云站拿算了。跟我来，好。怎么这么破旧啊？武器跟防具，长剑、圆盾，上面的血，没事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触眉头。
什么年轻的小子，了无牵挂，自身讨伐魔王。来聚营的人通常都会牵挂家人，或是其他有的没的。没有人能够牵绊我，但是同样没有人会因为我的死难过，是吗？我就不断斩杀魔物来证明自己。好，这样啊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谢谢你。那陈建活着回来是吗？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为什么让我心中这么温暖？哎呦，有超大音效啊！勇者等很久了，一起去上学吧。什么上学？别被他的话术蛊惑了。好，吃我这招。啊啊！你怎么知道我的弱点？哦，组长排场这么大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专攻火系魔法一样。原来如此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。好，好，打赢了，就这样。玛莎，这个好像是很预设哎，服装有点像，可是脸应该不是预设的，这是生成器生出来的。总之，勇者打倒了魔王，解救了被抓走的公主，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好棒啊，真浪漫。为什么 BGM 都变大声了？我也能遇见拯救我的勇者吗？啊，你是公主吗？没有魔王绑架我才行，我去被绑架一下好了。好，哪里被绑架呢？好，谁说了？说了谁的坏话，只要说喝醉了就行。啊、哦！烧肉一本签，哇！我到处都有这个东西啊！没有参与阿暗小圈圈就不能理解这些代入吗？有酒馆前看板都觉得很奇妙，到底是谁想出来的？要带一朵花啊！打雷，不能再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魔王，魔王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就被魔王抓走。好，快把我抓走，公主，我都要带走啦，真假？怎么？到了一本千才是公主吗？不好，酒馆看板娘被魔王抓走了，怎么回事？魔王抓的是公主吗？哈罗德，更低画质了，哇，超神，你是谁啊？哈罗。刀神还是谁？勇者 ，Hello， 我听不懂法语。啊，你说勇者 ，Hello， 名字不重要，既然是勇者，那就打倒魔王啊 ，Hello。哇，他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所以说 Hello。天真活泼、可爱、美丽，百年难得见的天才魔法师，所以你还不是公主吗？就不是公主吗？奇怪了。哇，好大声哦 ，Hello。能不能让我调一下音量啊？调一下好了。为什么突然变这么大声？标题声音就蛮小的、啊。也是有点大，算了。和魔王决一死战吧。这个是哈罗德哎，这不是哈罗哎，哎呦，我怎么可以动了？怎么突然就可以动了？那我刚刚回标题画面是不是有点蠢啊？我那八分钟终于可以让我动了，这应该是走不了。一楼，好，我的室内造景也太，还铺地毯，哪个脑残在水池旁边铺地毯？上厕所，好啊。恢复了 NP， 不是流失、哦，被巨人都换了，这边也上个厕所啊？怎么、啊、女厕不能上啊？很奇怪，想上就快上啊！而且为什么这边有那个骷髅头啊？右边没有？你说右边反而有啊？没弄好，六个男厕，不需要上厕所。厕所是需要才能上的吗？想上就上啊！
哦，电梯，好，有电梯的谁要走楼梯啊，是吧？哦，98楼，赞哦！我走了，哦，公主，请问你是？我是被魔王绑架的酒馆看板娘牙签。什么该死的魔王，你酒馆看板娘都敢绑，丧心病狂！你是勇者吗？我是哈罗德。哈罗德需要看板娘支援吗？好，为什么？我是看板娘，可以帮你做一堆有的没的。好，储存进度还有什么需要吗？购买道具，好。48763傻逼登机。嗯，那怎么玩新爆梗？那就是删游戏了。还是不用买这个了。无论何时不能失去笑容。他有在笑吗？嗯，感觉有点微微翘起啦，可是啊兹恢复体力。恢复了，好，那怎么恢复的时候声音都会变啊？哦，那是哦，旅馆效果之类的。我有装备吗？我没有装备，我好像不能装备有东西耶，拿着而已。魔王的房间，谁吃了我的布丁呢？我好愤怒嘛！啊，把愤怒发泄到，哎。这个预知梦就对了。这个四号跟五号挂了。你去哪里了？又去绑架萝莉了？抹黑吧，牙签能算萝莉吗？门很危险，站进来一点，有道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魔王五号被打败了。这既然在我吃布丁的时候发现这种事情，魔王五号是我们四天王中最弱的，但是丢光了我们四天王的脸。呵啊！推死！你们怎么站得这么分散？想学漫画版串烧吗？不确定哪一部漫画这个剧情啊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我们魔王城防灾演练做得很好。好，碰到闪过突袭，别太得意忘形，今天出关招惹放我们了。好，以上各种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国王、牙签子。哎哇，这个对话是自动的。问号问号啊！我死了吗？哎呦，是什么鬼东西？啊，这里是神秘灵魂空间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谁？看我长得一点都不像。你是哈罗德？我是哈罗德。你们是谁？我是哈，我是口。哇，低画质啊！你们另外的我，平行世界中的你。然后呢？你的渴望而诞生你，痴心妄想。我渴望中的自己是你这个蠢样子。是的，世界太过复杂，渴望简单，唯有简洁造就完美。复杂必定充满缺陷。可是我看你们只剩下缺陷了、啊。你是我们的原型，也是我们中最复杂的存在。严格来说，他反而好理解一点，你们反而比较难以理解啊，又比较复杂吧。你们长得也挺复杂的啊。不断的简化，这不算简化吧？很神奇，但我好像明白了，我们是同一个人，思考的事情也一样，动动脑袋。哦，他台词会越来越少吗？哦，就是不断简化最完美的我吗？零分答案，最烂的，还不是最完美啊？化成虚无就对了。心中的答案，家人不会担心你吗？点点点，好。这么短也要回忆啊？那人那个讲这边都是一样的台词哟，还有换颜色、欸、我明白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完全消失，果然化成虚无，虚无境界，慢走不送。等等，什么？不要放弃希望。你是有最多缺陷的，但也是有最多可能性的。为什么这个叫哈的台词忽然变得这么的？哎呦，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从你的复杂当中找出唯有你和我们这些平行世界中不同的道路，被互利用。这世界现在没有人支持你，但是我们支持你。好，
你还有我们啊。严格来说，他只有他自己嘛。好，我就再努力看看。好，太好了，前进吧，而是回到原本世界的路。我偏不走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不要不放弃希望，都是可能的。说不定还能和其他平行世界的我们相遇。好，再见。哦，不能选吗？可以吧？就偏要往这边啊，没有路啊，没得选，真不自由。啊，太好了，你醒了啊！这里是哪里？深夜巡逻的士兵发现你倒在墙下，就抬上来了。有病啊，抬这里干嘛？去医护室好不好？你把我抬到城墙上干嘛？你有病吗？没事，没事啊，别说就算了。谢谢你，骑士先生。怎么气氛又变得这么的假假的呢？那再冒一道六色彩虹出来，啊是啊，哈口，我会继续前进的。我先沉浸在那个宁静的时光。这些有病吧，没头没尾的。我再一次讨伐魔王前，我在做胜利前散一下步，不能放弃。我只想休息一下而已。他们将看透了我想出的招式，还有他们直接把我给干掉，我得再想办法才行。去散步吧。好，哇，这边不能走，这本来应该有个缝的，特地被堵起来了。左边的花有奇怪的地方。好，一个宝箱，毕业了小说，什么毕业了小说？我看一下。哇，现在的游戏都这样子吗？天哪，原来这还能是这样做的。原来一哈林是这个意思。我开启了新世界。好，啊，没了。看完证书让我明白了，爱情是不分性别的，是吗？我身边并没有真心在乎我的人，就是那个骑士嘛。这是真的假的？这游戏这么假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地震啊！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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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停了。好，有完没完啊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感觉就不是正常的森林，发出紫色的浓雾，完了要被魅惑了。为什么？路死光了，这样子只能前进了。好，前进前进，骗不了我的，就是幻觉，好吧，骗过我了。现在什么内心的精神游戏啊，好像从头都在探索自我。神秘的白发吗？或蓝发的女生，那是谁？追上去。看到尽头了，那人就在前方。女神，敬爱的女神，我能遇见命中注定的她吗？我想离开这里。你却说，除非遇到那个人，不然我无法离开。要等到水晶亮起，等待着他就会出现在我身旁。我还要等多久？我要困在这里多久？诶，亮起来了。哦，亮起来了。水晶亮了，我没看到。喂，你是谁？惊叹号。你哦，他是男的。啊，你是我在哈罗德是一位勇者。原来如此。我离开这里才行。你是男的？废话。倒是你看起来怎么比较像女的，女神大人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的对象怎么可能是男的？我可是男人啊，对象不应该跟女孩子吗？这跟五个魔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在这里干嘛？说到底，你到底是谁啊？点点点点点点，我叫做博韩博，这是幻境女神大人给我设置的。进入幻境里的人，将来是他的新娘哦。
点点点，这什么？新娘，我别怀疑。天哪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、啊。这是什么发展？算了，就离开这里吧。要怎么离开？触碰这个紫色水晶就可以了。好。啊，回来了。啊，什么？你也回来了。因为这就是现实，我从幻境逃出来了。怎么说你也不是自愿进去的吗？怎么了？因为你长得挺帅的嘛。这是什么屁话啊？谢谢。你怎么会困在那里？为什么我这么低画质？哦，说来话长，我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。好，我们走走。可以不要铺陈吗？照这个游戏的流程，我觉得你们直接去开房间打炮，然后结婚就可以了。不需要解释太多。欢迎光临，我们在这里休息。好，一间啊，分开的贵200，分一起。好，真的真假？要直接去打炮了吗？队长说睡一间，我们要聊事情。没错，床还是分开吧，分开了比较贵。不是，你早晚都是我的，至少要睡在一起。哇！瞬间接受了女神的指令，好吧，那我要开始说了。好，这件事情很久很久以前，不要解释好不好？直接打个炮，然后赶快睡一睡，醒一醒。愤怒啊！她这个就是女神，这女神长得就不是特别的女神啊！你又去捣乱了，别给人家添麻烦。你要什么要去拆散那些情侣，我就特别嫉妒啊！你哎、欸，你喜欢那样做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以为那些女生谈过恋爱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或许就能明白那种感情，但我是不懂。我以为只要这样做就能懂了，点点点，好吧？是的，我明白了。和你遇见有缘人就可以了，那就是你未来的新娘。在她出现前不能离开那个森林，保证你不会死。我帮你变成人类，你明白之后就可以回来了，就这么做了。但是。好棒啊！啊，这么简单啊！我等多久？再见。谁管你啊？等就对了。命中注定了，简洁有力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不知道，反正就决定是你了。要是不在你身边，我就不用回去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要先去把四只魔王干掉。好，好，好，女神眷顾着你是吗？你死了，她会很麻烦，我也很麻烦。对啊，随便啊，打还不打？那个水晶女神沟通就这样子了。你有家人吗？没有，死了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好，没关系，我来说说我的事吧。那父母都靠我的委托费过活，不在乎我的死活，就这样。被那四个魔王打倒时，我遇见了平行世界的自己。原本我想就这样消失，但他告诉我不要放弃。他是谁？念讲谁知道？那么你做了这事之后呢？之后想想啊，然后呢？要打炮吗？等我回去再说。你呢？我就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吧。那么，哎呦，有画图啊！要不要等我们解决魔王之后一起去冒险呢？点点点，好，我觉得他可以用一开始那种草率的画风去画就好了，会更有效果，对吧、啊？都用那个口的画风是有点过分的啊，那用那个哈的画风差不多，太好了，我是你的第一个人啊。好，那么等到明天我们去打魔王吧。好，想要变强就要吃尽苦啊。打魔王前，今年武器是必须的啊！国王送的是很烂就对了，不用现在就行了，没关系，钱的问题不用担心，我钱多的是。好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只是我不想换到这些装备。你的剑盾染上很多血，生锈了。你嫌这种垃圾去打魔王吗？这不是没用的东西，守护国王士兵拼命战斗留下的东西。这个武器已经钝了，不再锋利，他们的心灵还在上面。无聊，嗯。所以他还输给魔王，
你懂什么？好，认识了几天，要哇，马上吵架了，哇，是不是所有恋爱阶段要瞬间经历啊？瞬间体会，没有理由直接全部经历一次，好，和好，专门等你，我不勉强你，好，瞬间理解了。然后我大概瞬间又我也明白了，然后就换上好武器了，重视我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是不是太凶了？跟他道歉才行。瞬间所有流程走完，好吧？啊，那个你是谁啊？啊，哈罗德，失忆点点点，得这么快啊？他们是？Hello， 什么？是原则认识的人吗？跟你讲的好像是双胞胎吗？不是，仔细看这边的比较模糊，所以是冒牌货。什么？我跟错勇者，太失算了。冒牌货打扮成勇者的样子想干嘛 ？Hello， 惊叹号，哈罗德，这个是哈，还有一个是口，所以 Hello 在这边，这边是平行世界的我，哈。这种 Hello 反而不会讲话、啊，但是 Hello 他怎么没有口、啊？没有，罗本来就没有口，阿罗的罗本来就没有口。你没知没错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阿罗就可以了。阿罗，可是哈多会讲话、啊，为什么哈罗不会讲话？哈哈，好吧，我接受了。现在是怎样？这就是情谊吗？谁在乎啊？所以呢，啊，他怎么失忆了？原来如此，你的平行世界，平行世界的你，好酷啊！就这样子，传言而已啊。平行世界的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和魔王有五个这件事有关联吗？韩博，可是加上我全部的平行世界加我才四个而已啊。韩博。你刚刚怎么失忆了？为什么变得这么粉红？没事，你的脸靠得有点近，不喜欢吗？很喜欢啊，随便啊。Hello， 有这个场面，说的也是。Hello， 这么给面子啊？去楼下等你们，你们慢慢来。我们独处了，门没有关白痴。独处有话要说吗？告白吗？可是我们才刚认识不行，我得拒绝他才行。没得拒绝。韩博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哇，直接答应了，这么随便吗？就这个选项，你认真吗？谢谢。我有自知之明，这样的话瞬间结婚很好。哇，好快啊！新郎，他才是新郎啊！我能不能当新郎啊？真是快啊！我在这边可以等一下，等个屁啊！接吻了啦，时间不太对，就来吧，结婚好。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 ？No， 怎么回事？哪里怪怪的？哼，有人在阻挠。哦，一场闹剧，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那可惜啊，哈罗德，我也在这边确实把你送下去。我在接近崩坏的世界里，将你的存在确实抹杀的头，没办法说话了。原来如此，都是你的把戏嘛，魔王，是又如何？我好强！俺两个队友放生了，怎么办？一回城就遇到大危机了。Hello， 这 Hello 怎么不会讲话？魔王想将所有平行世界混在一起，破坏一切导向。我消灭你，不惜毁灭世界。原来如此，啊、为什么？就用我打魔王吗？为了一个想讨伐他的勇者，就要毁灭世界？魔王脑子真是有问题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不会丢下你的。好，是跟他告白，不是魔王的计划吗？我是被魔王强迫告白的吧？好了，我们快逃跑吧！啊，这边是，哦，我是上面那个。这是平行世界的你吗？青蛙过街啊，爆了！自爆幽灵，哇！新手教学，拿平行世界的献祭自己。怎么个打？再走。
没事啊，可以跑吗？哎呦，跟 over， 我直接重来。哎，没有预设就跑步了。这样也撞到，应该直接重跑啊！真假？那我存那干嘛让我存档？你这跳存档给我不好，跳读档给我不好啊！逃出去了，很简单。韩博，你的声音恢复了，好。不是魔法的话，或许是太紧张了，总之没事就好。我怎么看都是魔法啊！我逃出去才讲话，没逃出去啊，有完没完啊？被迫合作了。走，我这段走那么长啊？啊，都是死路，好走，走。几率不高，走吧，怕什么？你觉得魔王会给被他们抓捕的人类一条生路吗？那直接把你弄死就好了，这边干嘛？点点点，总之走啊，走啊，不然我还能干什么？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逻辑了？那就走就完事了吗？走，平行时空算什么？走啊！说你喜欢我，他有说他喜欢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总之，走。因为作为勇者零分，没有什么擅长的东西，更没有亲朋好友，还是个死处男。点点点，哇，黑化，不值得啊！的人爱啊，我听不懂。我管你什，管你那么多。总之。我不认为抱着幻想去面对未知的是一切事情是对的。还有，你是我很重要的人，命中注定的啊，毋庸置疑。虽然理由很随便，但总之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好，怎么？不是用那个无聊的女神命令吗？我，瓦兹，随便。你能不能真正发自内心，无关乎水晶女神，甚至是你还是我，阿娘，是不是真的人类还是什么东西？告诉我，你喜欢我吗？点点点，对不起我，我知道了，没关系。再说，我到昨天以前都还是喜欢女孩子。呵呵，你说真的，这样可能是我拒绝你才是比较上进的那一个人。你很难过吗？你不难过就好。好。那个路，我另一条吧。我们有两个人，各走一条。谁先出去就叫人。我谅你，这不是真的人，还是被关在森林很久。狂篇定理，只要分开就没好事情。我现在说明白吗？是吗？不过走就对了嘛。我相信你，韩博。谢谢你，让你恢复喜悦是我的荣幸。油嘴滑舌，随便啦，走。谢谢你。希望很快就能见面。哇，这路怎么这么吵啊？走吧，韩博。走吧，走吧，再见。然后直接走到一半，直接嘣炸掉，然后什么都没，死也死一个人。神作，应该是没有这样子啦。哦，大家来找茬，调查一下，好。是左右对称吗？又不能弄，那应该就弄这边咯。都不能弄欸。我知道我要怎么让它变得左右对称。这里有纸条，对称，我知道。哦，我一定要看才知道就对了。我不能靠自己去领悟就对了。对，哪边是对的，哪边是错的啊？
不能修复裂痕啊，我要弄出裂痕啊。左边是对的啊。好。什么 ？Hello， 怎么是你？你在镜子后面干什么？原来镜子后面是个空间啊，这样是刚好了，这样就不得不打这另一面镜子了。Hello， 都怪你，走吧，走。怎么了？你要领悟了什么？成为了同伴啊？之前就没有这么大的音效。这个指令的人家会变这么的华丽？没有，他没有在队伍里啊，他就叫我一个人啊。可没东西，不是哦，这多的要拿掉就对了。吃这些蛤蜊能吃吗？这是生的吧？是啊，我是要把多的弄掉啊。你就把两个袋子拿走不就好了吗？就把你把这个房间东西全部拿去外面丢好就好了。水就可以随便倒啊，蛤蜊就不能随便丢，搞定了吗？那哪里没搞定吗？就剩这样子了吧。OK。一个新的出口，就这边有。怎么忽然又不对称了？这个，这全是个对称魔人，就根本也不是搞事魔人。又对称了。怎么这么神奇啊？图层好像不太对，真黑，看起来面模糊的样子，应该很安全。Hello， 你下来吧，是安全的。Hello， 你人呢？点点点。Hello， 没有回应。我要上去看看吗？好，哎呦，又被挡死了。断掉啊！我也是墙壁凭空伸出哎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就完事了。你的迷宫是哇，预设生成的，哇，内建生成的，只有一条路啊。定个规则啊，这往右走啊。蒙大人饶命啊！是你啊、哦？没，他话讲好快啊、哦，那是自动的。总之你被关起来了、啊，对，现在就人家在这里了。你是那个时候说 “hello” 的家伙，这也太暗了，我看不清楚你是哪一位。这样啊，好，博寒呢？韩博呢？总之分开了，然后呢？恐怖率定，恐怖片定理，要分开我知道。总之就分开了，不要废话好吗？那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我要怎么从这里出去啊？勇者大人，当然，我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机关能够打开的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讲话好快哦，没看清楚。
怎么往找机关啊？继续往右走。这个是监狱的钥匙，好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挤进来？让你久等了，为什么要挤进来？好体贴，体贴个屁！近看其实长得还不错，有男人味，勇者的名号也很好听，看起来表示炫耀，有勇者男友也很体面。后面那个是有出口，太好了。OK， 勇者很好呢，各种条件都 OK，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一手也携手共度了。一手吧，原来是这样，走吧。那么快吗？我还没准备好。讲话好快哦，都是自动的，点点点点点点。刚才那是快走吧，好，好，好哦。Hello， 也来了，还丢到公主了，好强啊、哦，好强啊！什么？牙签姑娘也在。Hello， 好强。Hello， 太强了，那才是主角吧？没想到你听得懂 Hello 说的话，真是厉害。就是我猜的。Hello， 这个说说，看他反应应该是对的，真不可思议。走吧，你就帮忙翻译吧。Hello 可能才是你的真命勇者，我们一起走。好好，牙签，牙签是不是没有其他动作了、啊？好像也没有走路的动作哎、欸。阿罗德，好难受，或许不该就这样分开的。阿罗德在做什么？会不会已经挂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为什么要闪一下？所以说，嗯。这个哈罗德怎么是？走出来了。我刚以为是完全高清的那一个，好像还没有登场完全高清的哦。估计啊，应该是结局吧。可能体悟了什么之后，全部合在一起变超高清，然后就升华了吧？天晓得，感觉吧，不然主角没理由这么低清啊。当然，我可是百年间安德见的魔法师。走，所以队友现在是都在吗？没有跟着哎、欸，后面都没有人跟着哎、欸。好，说的好像求婚哦、喔，总之走吧，没问题。马赛对我真好，我知道了，叫我哈罗在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没问题。魔法师队伍里最重要的角色，那你安心走吧。果然是这样，笨蛋勇者怎么了？我说错了什么？哈罗德哈。还哈什么？我或许是他的阻碍。原来如此。或者他听得到我，我们听不到他。嗯，韩博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，韩博？奇怪 ，Hello， 我们刚刚都眼睛瞎了就对了。哇，怎么了？哎呀，画面卡住了。这就是 NB 的缺陷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啊，有表情哎、欸。韩博怎么了？哈罗德，我抱在一起有动作哎、欸，哇，厉害，自然有互动的动作。韩博怎么了？莫名其妙，突然明白了，人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，真不像勇者。没事，只要像哈罗德，像我最重要的哈罗德，你是不是勇者都无所谓，像你自己就可以了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段话有什么前因后果吗？等下来很可能让你知道，勇者不是叫假的，非常期待。这变得这么温馨啊！果然这个勇者是假的，韩博，血真衰，赤子不相干的家伙，
你很弱嘛，因为老大他积攒的时空间之力叫请下阎王，下去见阎王了，再见了勇者啊，黑化。怎么了？这谁？这是什么？人生走马灯。好，请不要放弃希望。好，半吊子那台出轨魔网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存在，我很重视你。世界上任何人都还要重视你。那是谁啊？玛丽肖朗的告白台词。虽然只认识没几天，我们像出生入死、交往十几年恋人一样熟悉，哪有？就你们根本就毫不认识，你要姓什么都不知道。为此，我会拼命的杀了你！哎呦，这是 2K 系列的移动之地，什么鬼？这个小子，好强！顿步，在玩什么把戏？什么？好强！时空加速中，你用你的时空之力死吧！啊，我想，呼叫234号，一号有状况，怎么回事？我研究演出机到一半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然后你竟然处在劣势，对不起，老王说的魔王该是我，你跟我打就好了。好吵啊！全部解决掉算了。这个爱人司机还是发疯了。哇，秒杀！你做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哇，演出机，演出机的好可怜啊！等到了哈罗德·博涵，我都叫错名字哎，那算了，就叫他博涵吧。这世界变回来了，哪里变回来了？哪里像变回来了？这地板看起来是完全不正常啊！平行时空太开了是吗？可是哈罗还在，博涵，啊，勇者啊！你有没有记得我前段的新郎说过，等你明白那感情，你随时就可以回来了。哎呀，女神大人，难道他们看戏哦？安心吧，博涵他没事。在帮他挡下攻击，在他帮你挡下攻击时，他就明白了感情的意义了。食 神归位了，大师兄回来了。博涵，阿罗德，我在天上看到你大爆发。这是对我爱的表现吗？你真是的，没有这么心情舒坦了、啊。我们结婚吧，好，真的好随便啊。就是我们打魔王的经历，也是我们认识的契机。原来如此，给你染血生锈的剑都是我的疏失，我向你道歉，没关系，是吗？那快吃吧，那不是你故意塞给他的吗？那他当时不就马上要有回报，怎么会有血了吗？奇怪，我跟甜心开卖了盐酥鸡。被硬塞了一块，离开我很烦恼。这魔王该不会是他爸爸？各种隐喻之类的。总算是想到做生意了。于是勇者打倒魔王，解救被抓走的公主，过的幸福快乐的生活，都在骗我。别难过，你还有我。点点点，为什么？这就是这个世界线的结局了吗？幸福快乐生活一辈子就是结局，都一定很多吵吵闹闹吧？该回去了。让我们回去吧。哎，他会讲话了，他会讲话了。祝你们好运，有缘再见。哇，都会讲人话了，太感动了。这个世界线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。勇者哈罗德，我开始以为这个画很草率的，是在做效果。可是在某人看，这可是已经发挥了90%功力了。他只有4根手指。哈喽，这哈喽看起来都好看一点。如果只看这个哈喽，还以为做的什么传奇绘画大师，就不放弃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用这个口都是很，应该是闭着眼睛画的哦，这个口的样子。应该不是故意画成这样，是闭着眼睛，然后就画那个哈的样子，应该是。分给一个，这样的故事将长存人心。但是那个男人出现了，谁？我们凭空猜测一下，应该也是哈罗德吧，只是更草率一点，应该生一根杠吗？他也许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
四天王第五个人，阿和啊，我也是圣口的第一话，那个直杠那个，是念和哦，和感觉念比口还草率啊。勇者和旅程再开啊、哦，勇者也有五个 ，OK。嗯，怎么超过五个了？那五天王有七个人呢、啊，可以结束了吧？圆满结局了，五位魔王、五位勇者都到齐了，明明是临时加进来的，没办法，谁知道应该最简化的第五世界勇者，不小心被委托干掉了，还分成了七片。我想找齐七个自己，又很累了。原来如此，大家都很努力了。原来如此，哦，这七个都是河，怎么叫河啊？河很奇怪、欸，河的笔画明显比口还多啊，感觉就特别，还不如五号叫河，这个四号叫河，五号叫口，走吧，走，七龙珠，走，走走不走？因为什么？和之鸟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鸽子啊！鸽子啊！所以意思呢？为什么是鸽子？牙签，踢，牙签，啊！大石花 ，Loni。阿可 ，Erica， 这是一群人做的吗？五兰阿探，哦，对，假的部分就是阿可做的，之前刚好有玩到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放在这个前面玩，平沙跟粽子。应该是一人做一部分吧，所以整个故事支离破碎的。那这个游戏的规模没有大到需要这么多人来做吧？嗯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一个人做一小部分这样拼在一起的。哦，我说过这句台词啊，谁在乎啊？一连画的领奖，临时需要个头像拿它来用，好。这个赌博念啊，零怎么演什么 ？Yellow 打油，什么鬼东西？这边图层没有特别设定过。本工作上那些师傅辛苦了，都结局了，好，与你为荣。那不是很失职的父母吗 ？Arika 是吗 ？Arika。IA 怎么念啊 ？IA 不会念。好，好，罗尼，热红茶征战，应该是罗尼之类的。来一杯红玉，这是大吉利。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。安安查可，感谢你们游玩。碰到韩博这个人就是我，看得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把军弄成BL的，没错。来到了，还有还有。这个戏剧他画的，所以，这个戏剧他画的，怎么感觉跟前面那一部差很多啊？那叫什么啊？一待在你身边啊，感觉差很多哎、欸。然后推销喜欢他的画，所以跟那个哈罗德的画工不同人就对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哈罗德用全力画了这张图，然后再用。再去画那些比较草率的那些，不知道哈罗德是谁画的、欸？反正这边没有，应该不用问他，这个太有自己的游戏了。这哈罗德是谁画的？本光要登场过，好，所以嘞，哈罗德是谁画的？这边可以开选单呢、欸，
欸，没事了吗？种植类西瓜好，嘟噜噜好。眼中的世界是 SRPG， 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还是讲了啊？安诺也是讲了，好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推销一下自己的游戏。木兰，哎，这张图怎么画这么精致啊？我是接龙人员之一，接龙哦，对，这游戏是一段做的。那五兰的这张怎么好像特别细致啊？我做的部分，五兰是那个 Dollhouse 的作者嘛？我做的部分是勇者跟博安走到岔路，一直到博安被魔王一号背刺那段。那一段是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？是自爆幽灵那一部分吗？自己的游戏跟漫画作品，少女的什么 ？Just Rainbow 啊 ，Just Rainbow， 这是什么、啊？宝箱彩虹？我们是这样吗？偷偷的宣传，好，娃娃，上面可以去吗？可以去。奇怪的兽人，被收拾太多了，这边跑步，这没有必要吧？很欣慰，你怎么好像又出现了？也有蝙蝠欸，我也跑了。迷之耳好，身后是特点剧情大楼，证据以外的剧情，搞笑世界大赛有的没的好。门的旁边有牌子，好，好，他在挡路欸。哦好，终于滚蛋了。蝙蝠应该是来回跑的吧？算了，有看到再说。番外剧情：黑暗哈罗德。好，点点点，有怎么好像番外比本传还长啊？还是低画质。你是哈罗德？好啦，我是暂时不想听这种答案。我是你的黑暗面，一个菜瓜布，黑暗勇者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所以呢？讲点正经话好不好？哦，原来那个是你呀、啊！很简单，我的时空，我杀掉所有人哦。然后呢？我不会依靠别人，所以我就自己走过来。然后呢，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到最后我都自己选择了，我的手脏了，但我丝毫不介意。透过力量看到你生活的如此幸福美满，却老是自怨自艾，还一副窝囊样，看了就烦。然后呢，还是算了，我放你一马，堕入黑暗的有我一个就够了。哇，这种人怎么这么两个极端啊？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你激活。看到我一样的脸，傻乎乎的真烦躁。所以我没有所谓的高画质哈罗德喽，连暗黑哈罗德都是低画质。总之谢谢你，好，不客气，手势不用谢。这段剧情也太假了，整个游戏都假假的。当然，差不多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好。别留恋，我是意外的访客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就这，哇，感觉四号魔王的忧郁，喝醉挑个看就好了，太多了。怎么？还有哇，这个还有两个的，太多了吧？这个是什么都没有的剧情的游戏，怎么还这么多剧情啊？喜剧画廊。厕所好，你这门没开好吧？看一下，没有面向固定，对，没有面向固定，闪了一下。我在干嘛？敲了敲门。讨厌，你好死相啊！欸，有语音呢，谁配的啊？厕所没有人，我都进去里面上了。闭上双眼，谁要在上厕所的时候闭上双眼啊？
哦，他是拉屎哦。哦，上完了，再上一次。真假？还可以再上一次哦。可以再上一次哎，你屎尿真多啊！有女生就可以进了。阿可在里面是吗？刚不是在外面吗？上个厕所好。这个自己怎么那么喜欢让人家上厕所啊？这是谁的恶趣味啊？我这是谁的癖好啊？我天哪！什么上厕所游戏啊？啊！神光与火，好吧，来个小游戏看看，看看这游戏有多小，有多游戏。天才魔法师玛莎误入一处禁地，竟遇见了过去曾有一面之缘的女神。然后呢，跟我讲游戏规则就好了。没必要这么多故事剧情吧？需要说明吗？不用了，打。好。哎呦哎呦，我这要怎么攻击？哎、哦，我可以攻击吗？我这样可以丢出，好像也是自动追踪的，还可以开选单啊，这时候让我开选单干嘛？哎，我能丢东西吗？嗯，我可以朝他丢水晶。嗯，水晶底下两颗好像是我的。我攻击速度好慢，哎呀，放好像有点短。但没有水晶就不能攻击了。他是雷电，我是火焰，就这样。这好像是女神。我输了。在干嘛呀、欸？女神堆啊！我从这边有这个蝙蝠。好，离开。会把我包装成布丁？没有啊。这到底要我干嘛？啊，不好看一下说明。Ctrl 可以攻击，Ctrl 键可以攻击，射速快，范围小，好。水晶队两个，然后。攻击金水晶可以暂停12秒，红水晶还绽放光芒就会攻击，所以他按计划可以哦，就这样啊，我差不多一样嘛。我打他的时候要打50下啊，好吧，那规则跟我摸索出来的差不多嘛。哦，砍错是这个哦，我攻击了。哦，所以我身上这个是水晶的攻击啊，它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。弹幕游戏，我看一下，它本身也会发攻击。是我其实按地就可以了，就专心躲，然后一直我就让红水晶去打掉了啊，自己就不用这么费力啊。也是我来举皮了，
啊，打到我了，反应有点怪。啊，开场就被打一下。地血这么难打啊，这是有低时间啊。哦，赢了。女神的头发有什么用？哦，没有用。夜罗小说可以看呢、欸，看个屁，不能看啊！哎呦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其他的有兴趣的人自己载游戏来看。楼梯是不是？刚没注意到这是楼梯耶，我走完才注意到这是楼梯，好奇怪哦。这边也整栋建筑都支离破碎的。啊。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可以看的。兰姐画的特点房间，兰姐是乌兰吗？有那个图片的，看一下那图片啊。边也没那么多 CG 可以看吧？导览人员，好，好，好，讲很多废话。走，有饼干，灭火器，相拥的画面。线稿是五兰画的，上色是 Loni。 哦，诶，五兰画的哦，水准比那个都耗时的还要高诶。可能都耗时可能比较早哦。哦，他记得上色风格，然后是同一张图哎，是同一张图，艺术很不错。好，月楼图太多了，茶可的，那我就是跟那一张。有待加强。这个最草率的，谁画的？OK， 没必要全部放出来吧？可以是要放，也全部是放出来啊。牙签画的、啊，最草率的那个，那各作者的图，牙签姑娘好，就这么仔细啊。
说的仔细也就这等水准了、啊。然后你五蓝，这五蓝的图跟布田图差这么多，阿炭谁？忽然冒出来的，扎可、艾瑞卡，应该是啦，大石花啊、哦，牙签、林沙，那只鹅 ，OK。说真的都不认识，韩博好 ，Noni 的好，嗯，就是路过画一下这样，嗯，牙签看起来是比较会画的，这个是谁画的？哎呦，还有枯萎，哎呦。阿可画的，很像。我刚好像我就 OK， 目前看起来就这样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是要放灭火器。可以再打一次女神吗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好不好？哦，突然换不赢，15滴血跟10滴血就是。故意让你换不赢的，那就这样吧。OK。